哎，明天早上可以打，等我早起。不行，我买了麦克风，我要忍住，我没钱。你是打电话叫得起来的人吗？我是打电话叫起来的人啊，我手机只要一响就一定会。你为什么不开闹钟？我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我不会开闹钟，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会很容易习惯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会开闹钟，就是那件事情真的特别重要，我就会开闹钟。你早上起来要干嘛？没早上起来开台啊。我如果人那你可以依仰赖着你对粉丝的爱，然后就可以醒了。哇，那个笑声没爱了。是狼吗？哎、欸，对，狼来了，可能会有坐狼哦。哎、欸，我的阿比盖也不见了啦，我现在没事没事，我做狗牙现金。哎、欸，哦，满月哭啊！那我要去啊，还是满月狗来会不会？是不是因为满月啊？哦，也有几率，对不对？下面有狗牙陷阱，请拉到狗牙陷阱这边，请拉到狗牙陷阱这边，请来我的，请拉到狗牙陷阱，然后记得重置，没有坐狼，对不对？那你直接打。我没有办法重置，我现在没有办法重置。有坐狼，我看到坐狼。哪里？我先去打坐狼。哎、欸，那不是坐啊？靠边，那不是坐狼，那是。有人气的，哦，对对，谢谢，吹得好，吹得好。就，我站 A 喽，他可以隔空咬，然后他那个狗不太好走哎、欸，这狗就爱当啊，汪汪。对不起啦，先辈，我有的哥，你昨天才说你是狼不是狗。我们都觉得杀完了，还敢当刀啊？过完自由，请记得捡东西。刚那里被吓跑回来找我了。哦，你要挂了是不是？嗯。你为什么都没人叫你 shut？ 你在那边 shut， 那疯狗。没东西吃，啊、我找到那个了，哀掉荣耀。有人有那个噩梦灵魂吗？我去，你要是不是？我需要一个，我要做。那我去跳虫洞。别，没有就算了。啊，跳虫洞就跳一跳就有啦、啊。我要牺牲一个活人去救一个死人哦。那、啊、不用啊，我又不会死。怎样？然后懂了，然后你就觉得我会牺牲你去拿阿比盖尔啊？不是啊，就跳一跳，打一打就有了。看我灰烬吗？好，那你去吧。那你可以拿一颗噩梦陷阱给我。啊？我需要一个噩梦。正在。我跳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坐狼真的是水晶的、哦？嗯，可能。像我们刚刚真的衰了，真的衰啊！而且剩一点点就快打掉了，我剩还有等下，我剩61里子，再跳，46。32，再跳一次就有了吧？也留一点跳回来。啊，有了，李子怪 ，Where are you？ Come on。把理智怪当普通怪在弄的人也真是很少见，因为他的女武神呢、啊？没错，而且如果刚开始没有，如果没有像那个 boss 的时候，可能只有一级怪，我就打得比较容易一点。因为都是地狱梗朋友，不是？地狱梗朋友是不是？那你知道我们？那我们要玩灾难公关吗？因为我刚在想，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人就是被抓可以扣1/3的刑期吗？啊、靠北哦！你不要拿饼块那个梗出来，哈哈哈！笑的真的很赞，是很赞，没错。我有了，几个？两个？你要几个？两个够吗？一个就我看一下，应该是一个就够了。这个我只需要一个，打不了，好吧？我打一次之后，理智就整个回去了，太夸张了吧？就是理智怪是要拿来打才会回理智，要不然哦，真的假的？嗯，你要打自己的理智怪才会回理智。我说你有那个吗？补血针。补血针，腐烂不够。我再去弄一点。
你可以去那个，过一阵子就可以去红土地。哇，这边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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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，哦不够，一个要八个。啊，你的那个补血针要八个。丢，你随便。可以去那个上面的土地找，因为通常那个浣熊吐出来的那个东西，干嘛好弄？这里还有腐烂物啊。嗯，那个就一个一个的，反正我都放这个箱子，这个，那个箱子，你还可以做，你可以做一个了。这里有八个啊。嗯，但只能补一次啊，玉米跟茶茶都要用啊。也是。消失风子。哎，我做几个。补血针。哦你买了。你买了，那就剩玉米剩多少？我剩一半。那就是玉米大概还要三根吧，两个吧，一半吧，两个。我在左下角放那个狗牙陷阱哦、喔、啊，如果狗来的话，大家可以带狗牙陷阱来，然后重置就可以用。狗来的话，大家来找我，我把阿比盖开下去。有阿比盖的我根本无敌呀。那我们之前就有一个玩厨师，就是。他、啊、出不了这样，真的。我记得我那时候，我那时候邀教宗的时候，他有说他是居家派。啊，说厨师啊。有，我刚才做完了四个，然后回头啊，怎么都没了。有没有很有成就感啊？空虚啊，不见了。空虚吗？成就感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小害怕真的很可爱、欸，你有没有看过吗？有。然后你说那个幽灵啊。就那个圆形的那一只，就在旁边点头那一只，那真可爱。啊，我要建猪窝了啊！点吧。要手手手手手手。啊！被卡了，要走啊！39、27，27个10块。还有人身上有石头吗？No， 我连包包都不见了。那我还不够，我要去挖石头。我们需要很多植物的部分。我要去，我们需要配菜，我要去，我要直接追。我们需要，我们需要肉，我们连怪物肉都没有。有啊，第二个冰箱。我们有9块怪物肉，9块不够，不够，绝对不够，绝对不够。我要去追，我去追脚印，我去追脚印，帮我踩石头。有没有，有没有哪里那个？蜘蛛巢穴比较多的，左边跟上面，左上面这个有点慢，你去左边那个，要不然就来帮我追脚印。我跟你追脚印好了，因为我有阿比盖尔。但是我追不到，等一下，这个在哪里啊？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追得到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好，可以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听到教宗耻笑了一下。不是，冬天很难找，很花地板。最好是来几只大象，就肉基本上就确保。那么大象的那个肉真的很多。然后不要绵羊啊，先不要绵羊，绵羊我打了。你如果买一个就是72寸的萤幕，应该它从哪里生成，应该马上看到。我用电视萤幕打過，我有等比放大了，没有什么差。没有，你用电视萤幕打的话，你眼睛会先瞎掉。哒哒。啊，那我要重建一个，你把阿比埃尔那个自动攻击关掉。关掉了。我把东西捡一捡了。嗯，这个就放在那边长。好，反正就是看到一阶的就先放它过吧。嗯，三阶再打就好。抓螃蟹一样。除非太多只，太多只的话，怕它生成女王，还是早点打掉。其实女王也可以打吧，女王的话，阿比盖尔单挑其实打的。不，但是不是有些地方是森林里面会有一大坨吗？那个地方很难打。哦、我先回家一趟。我这边二阶了，二阶可以收成，但是不要打掉。收成？哎、欸，把养蜘蛛养的更重啊！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本来就是这样。
我旁边放一大堆陷阱，就是为了此用途。家里有火吗？有、哦。好冷，我好冷。嗯，你在回暖。好木易呢？好多打火机。有谁血量需要补到四十的吗？我不用，我比四要多。你就上线吧。不是，是因为我因为相比组过之后可以补。我现在七十，因为我刚被咬了。那你吃，给你吃这个。嗯。上来讲的话，我玉米一天要开至少四个小时的休息。玉米，玉米醉倒了。玉米怎么了？挂了吧。玉米在，他本人挂了吧。把东西不要捡，放在那边就好，反正也不会这样。对。啊，那贝雷帽给那个教宗用好吗？我想要做一个包包，包包什么？我东西还没扣，我想说先把那个。这个草是玉米怎么断啊？玉米断线是不是？玉米碎了。玉米？啊，我觉得他挂了。他挂了，好吧。他刚说要跟上我的进度，然后跟我下一样多的量，可是。看你们俩疯狗吗？我的 level 跟他 level。不是你等我一下，我的网路原来是网路的问题吗？没事，我网路在搞啊。你啊，早说嘛！小还以为你醉倒。倒我希望，我希望我可以早说，我希望我可以通明一下我的网路什么时候断掉。我相信着那个我所相信的。哥，给我一个肉丸。啊，我不是要直接吃，算了。里面还有一个炖兔子、啊。好妖，我以为你饿了。没有，我是要带出去，我明天要做事的。我带便当、啊。带便当。煮饭旁边有一粒饭就有了、啊。干，我朋友好累哦。有啦，在肉还够。要去打海豹吗？哦，可以啊。那我们就去打那边。等一下我看一下，那边有石头对不对？那我们去打海豹跟海象，不要。我们去打海象跟踩石头。海鸥，你说右上角吗？对啊，然后来嘛，有三个草区。我有很多十字镐啊。你有阿比哥，走。我们去。阿比哥不能干嘛？打海象啊！那、啊、这个还没换，我去换。走了，出发了，不要混。做一个十字镐。不要混。先让我做一个包包。我沒有包包啊，不小心按到这个，等一下。还有个包包。哪里有包包？大象哥。啊、这里有一个，然后那边有一个，那边那只大象就是哦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你们跳虫洞，我要去找蛛蛋王，所以等下见。好，等下见。啊，冬天再过两天就过了，所以地板上会有些蛋可以捡回家，然后冰块可以再多采一下。你就做那个雪球机。嗯，雪球机应该够了，但是主要是填料还可以再多存一点啦。嗨。然后那个企鹅都死掉了，所以可以捡他们的蛋，要不然蛋也会坏掉。坏掉的蛋不会变腐烂物，只会变蛋壳，蛋壳哪里可以拿来做火药？我们是不是缺黄金啊？还是我黄金我刚才拿很多了，但是缺石头，啊、缺石头，我要建筑污水。腐烂物要捡吗？要。好，你们先上去了，我看到一个脚印，我追一下，他走不够。你打得赢吗？可以，如果是大象的话，如果是其他我就逃了。坐狼应该也打赢了，但是那个绵羊我应该自己打不赢。早安茶，好早安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你看现在是幽灵状态。哦，我以为是醉的。没有，我现在是幽灵状态。你听起来也有点
没有没有，他如果醉的话，他会一直讲说你知道怎样，因为我怎样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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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怎样？他还没醉。我那个东西我，我喝醉我会超吵。他会超吵。超吵。反而是你，反而是你已经有点醉了。对不起啦。又对不起。我越醉越安静。没有，并没有。没有，并没有。你声音会变嗲。会变嗲。嗲。嗲。Yeah. What the fuck? 不是很能理解，不过就好。嗯，不过就嗯嗯，好好嗯好，就这样。你会变，嗯，怎么讲？我也不知道怎么。不知道什么是。嗲。嗲就是嗲。嗲就是。是就是强吧？哦，所以他们觉得我很强，懂吗？嗲就是有点可爱那种。有点可爱，可愛妹子音吗？有人 Q 妹子音吗？男音不可爱，低音不能可爱，音炮只能帅帅。啊！我被咬了！欸，为什么这个石头区这么多狗啊？如果我看到猎狗，哥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？你不是要跟我们来打那个吗？你不是要跟我们来打还是？欸、打大象吗？啊、你要打的是？有有有，只是我冷。不是我们要去打那个海象巢穴。哦。你不来打吗？我先回一下呢。我保暖石坏掉了，所以。就你身上有石头吗？还是我直接砍？直接砍好了。我有个快坏掉的稿子。哦，我也有快坏掉的稿子，我只是。我只是没有石头、哦，没有办法走。你们那边也没有海象巢穴啊？你们要去哪里？没有没有，只是我在，因为我在打大象。下面那边是不是？嗯，我还缺七个那个七个石头。好的。啊，这里这里这里。很好，已经醉了，没有醉啊。醉了会这样跟你说话吗？啊？就是醉了才会这样讲。醉了发疯。一起来。哦，不是，我追错方向。赶进度，赶进度，赶进度，赶进度。哎、欸，我发现卵石有光哎、欸。嗯，一点点。卵石是有亮度的。嗯、你戴身上它是会有，应该是会有。我可以贴在阿比盖的身上。嗯，然后吸阿比盖。你只怪来了。啊！我的。好冷。我看一下哦。哎哎，这里是这个方向吗？是。哦，好，那等我一下，我让保暖石上橘色。我要输掉了。你饿死了。你有没有带便当？你就没带便当。对啊，我身上有14个怪物肉，我不敢吃。那所以这次为什么要带便当啊？可是带便当，那什么？可是我的血量，我如果吃这怪物肉，我会直接数掉。不是，就叫你带正常的食物。为什么要带便当出门？我刚才说要带一下便当，你还呛我啊！你现在最快死了。我没有呛你。没有啊。我觉得感觉是草里面的什么叫你就知道哎、欸、不是那个吧，一定后面会加那个吧嘛，对不对？一定会加，是不是加、欸、要快要春天了，冬天要做的事情要赶快做一做啊、欸、我们挺过来了。这你可以射这个吗？大致的、欸、好好停下来 OK 没事。哎、欸、夜象牙 yes yes yes， 如果接下来三另外两个巢穴都有象牙的话，小的不准回家，咔嚓！看他，可以去过门了是吧？他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欸、我把3%的稿子放在家里了，就是我们在做那个。没问题。春天刚开始还是会有一点点冷哦，所以还是要记得带着。对，我在打高脚女。好，等我一下。春天刚开始还是冷。哦，玉米的一题。
就是春天刚开始还是要记得把暖食什么东西都带好。对，现在这边好像就复活的一个玉米的遗体，我表示多生气。复活救赎之心要一个蜘蛛。我是想说，我想说冬天快过完了，到春天我其实可以去那个门，然后自己走回来的。那你啊，我追不到。要不然弄那个心其实蛮耗一些东西。再一个，耗草跟蜘蛛草跟啊没有，但是有贝雷猫。这次要打掉吗？要，那你帮我捡这个。你要活的话，先帮你。也行，那也行。只是我不知道我的网路今天应该不要再搞我吧。看你的狗都很飞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这真的是我这边的网络问题。哇哦，我这边网络太不稳定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别走，我放不下东西。过来，过来。啊，你我如果今天过后的话，我去装一个模组好了，装了个一键存入模组。干，不要这么懒啦！哎，真是的好懒，好懒。好，没事。现在哭。哎，还有一窝。现在来的他们天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不要，你不要吓到就走、啊。你不要吓到人家、啊嗯，第一次联动啊。对不起。看他妈这两个有够会跑。哦，你不能锁定哦，你只能那个、哦。他会有时候会偏。哦，就是几率性。对，哎、欸，怎么全偏呢？玉米怎么又冻死了？没有木头。很多木头，超多的。不是、啊、我的意思是，为什么第一颗木头没了？我先打了小孩。我看你，我先杀了这小孩。你两个遗体都离得这么近，太难受。我选择走到，歪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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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该死的门前面。空炸，空大，空大，有人空大。这远的，有人空大。这边是什么？妈捡的！干还干还没他一个东西，他烤东西又没掉，我要吐了！妈的，回家！看我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拿去用一用。肾脏。肾那是现实生活解。啊。蛮合理的。某方面来讲。晚上喽。好的。搞个萤火。嗯哼哼哼哼，完啊！你说啥？嗯哼哼，蹲下去再讲话。我已经答应我。真的？早点说。凶屁啊！吃东西。凶屁啊！喝酒啦！凶屁啊！看童子军坐在上面的表情，很鸡掰。嘿，看我，我有坐骑，哎、欸，找不到的感觉。我把树种在这附近，因为这附近有那个有。哎、欸，你再回来还是会冻死哦！我先跟你说，有机会。对哦，因为春天还是会冷，而且会下雨哦。反正那个完了。啊！你们先拿我猪皮在那个箱子里面有36个，你们先拿去做，我等一下再去建筑。What the fuck？ 如果我看到绿蘑菇，记得带回来。好的。好。因为那个应该很重。没事没事，我没有冻死，然后我拿到雨伞了。好的。那个你们要雨伞就先用一用，我等一下再去搞猪皮。其实我觉得好像不用9个，好像大概七个屋子就够了吧，应该。可要不要好东西？要不要好东西？要不要好东西？什么好东西？我快冻死了。这个。我让你看到我。冻死算什么？我有手杖。你要带点火。再去烤一下。啊，等一下，那个雨声，我不知道雨声音量有点大声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听到闪声，还是烤一下？啊，有吗？有，很远很远，他已经离开了麦克风旁边。那个呀呀呀，可以帮我准备一个肉丸，我快饿死了。欸，那个水满了会发生什么？你会你的工具会掉下去。那个
我需要食物，我谢谢，帮我用一下，我做一下我的那个啊，要记得做壁，对的，要做壁的针，那个金块箱子在这里，这里，这个里面有金块。只有玉米，只有玉米手上有那个雨伞吗？这边一个，两个，还有谁没有雨伞？我没有，我是没有。我是素人，我还有个雨伞。然后这个，你会被影响吗？你不是应该不会手滑的？我不知道哎。理论上，你不是喝你的水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他现在89%。哦，好吧，那还是有影响。明明就是个素人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太潮湿了那个木头。哎、欸，那个，那应该可以种绿蘑菇了吧？这个木头，春天的话，应该可以啊，对，所以我才说绿蘑菇待会。哦、oh, ，OK， 要好，绿蘑菇要傍晚，我玩到春。我原本以为下礼拜才会玩到冬天，结果已经玩到春天。我没有想过会玩这么快啊！不是，没有人一天会打5个小时的饥荒好吗？啊，我之前都打，我们都打一整天。但是你。哦、oh, ，懂了，笑死！接待便当要出门，接待便当哈。哦，在家下面而已，只是。对，还是带一个吧。对，我带了一个肉丸。我永远都记得带便当，带就不带。不要说。没有，我不是那个姓三名音的人。那里没有爱。家里没有爱，你要确定哪个？我需要的不是食物，我需要的是爱。那个只有你自己才能做得到。哦，完蛋，牛！牛！牛！没事，朋友，朋友，来跟我念一次，朋友。What the fuck？ 朋友，好，我们去捡呢。朋友，一生你去走。那些阿牛朋友，你怎么打我？见色忘友，见色忘友，见色忘友。哈哈哈！这里是哪里？那个鱿鱼上岸，阿米盖尔。鱿鱼上岸了是吧？我擦你妈！鱿鱼上岸了！哎呀我！我的妈！什么鬼？What the fuck？ 有帽子。我想吃海鲜。哦，好痛！What the fuck？ 死掉怪物了。死掉怪物了。我以为他会掉什么海鲜之类的。你饿了，我知道。家里有肉丸啊。哎，一波。好多鬼。一波是蛮多的。啊，我还缺一个猪皮。刚来的听众啊。我不行了，快不行了。那要到这样子，极限到三点，没有两点，因为查要上班。查是两点，查是两点，查要上班。我们剩7分钟就两点嘞。那今天收尾，这一天收尾。我们等下如果超过两个人下线，我们就关伺服器。没有，就大家一起下，大家一起下。可以啊，也是可以。我们两点下线好了，现在是1:56。不，但是你要那个，他不是每天存档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，因为我们也不会超过啊，4分钟。哦，没有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太快了。好，那大家就。今天下吧，大家都3人。那我应该开聊天台吧？聊天台可以继续开聊天台，看。别打。走，主要不要继续开聊天台？别打喽。要打喽，是不是？哇，又打喽。打喽啊！完了，快断线，我死了！妈的，你为什么？没事，多喝水。你不是要睡？耶！因为我头盔刚好坏掉啊！妈的，我看到你后面追了5只猪人，我不是因为我缺一个猪皮吗？打一下吗？妈的嘞！人家都群起而攻击。我就是哎、欸，他们很忘恩负义耶！我是他妈妈，我杀一只还好吧？合理。OK。
听起来好像哪里怪怪，可是又好像某部分来讲还蛮合理的。